面前，抛开一切未了断的那杂念。佛说今生相遇是前世的缘，真心的禅境该怎么念，才能参透我对你的爱恋。我求来世缘分的上上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灵验。我问问大师啊，缘字怎么解，他念着阿弥陀佛龙树香莲，然后用手指指我的心间。原来爱和幸福曾经该怎么